好无聊啊，还不如让千红姑娘过来踢我两脚呢。哎，一会儿在他们换岗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机会？没用的，你还是等我回去以后拿银子来赎你吧。 家人还没将赎金送到指定的地点。哦，您别着急，我估计银子已经在路上了。如果明天太阳落山之前，赎金还没有送到的话，我可要大开杀戒。大当家，听说你上次绑了渭南贺家的少东家，分了1000两银子。 没多久就用完了，这次绑我们俩，分到你手上也就多几千两，估计也就够你花半年。那半年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半年之后，你不必操心，我再换一家吧。嗨，人家说你们做的是无本生意，我倒觉得你这生意。 成本其实挺高，此话怎讲？我的生意有2-3个伙计，盘个铺面就可以开张。你的生意，非得要百来号人、百来匹马才能成事儿。我的伙计发点工钱就得了，你的伙计。 非得要好吃好喝的伺候，赚了钱还得要分红吧。我的生意只要做成一次，下次还能再来。可你的生意，要是在此地犯了案，下次就必须换一个地儿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们要是亏了，大不了就是赔钱，从头再来嘛。可你的生意，若有闪失，赔进去的就是自己的脑袋，这辈子都没有翻本的机会了。 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们这行。在我看来，你这一行看似来钱容易，其实是拿命换钱。难不成你还想劝我改邪归正？在我眼中，贩盐卖茶是生意，打家劫舍也是生意。 我不过是劝韩先生改行。改行？其实韩先生干了这行，在赔命之外，还赔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良心。良心是个屁！你本是个当兵的。 当初跟着朝廷南征北战，据说名声大了去了，因此还得了一个韩大侠的美名。剿匪平乱打完仗之后，队伍就地解散，你和兄弟们一时无着，才落草为寇，加入三兽帮。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？嗨，我如何得知并不重要。 但我为你可惜，你本是英雄豪杰，又有一身武艺，就算不能在带兵打仗，也能干些别的。别说了！你扰乱地方，实属不忠。打家劫舍乃是不义，干着这高成本的买卖却不自知，你不忠不义无智。闭嘴！你知道个屁！我告诉你，什么是忠？忠就是为将军。 都统们卖命。什么是义？义就是用兄弟们的鲜血，染红大人和老爷们的顶子。哼。
争议到最后，他们都封官进爵，一声令下，我们说散就散，无人再管。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兄弟，刀口枪下都活过来了，却在回家的路上冻死、饿死、病死。你别跟我谈什么良心，只要兄弟们有饭吃，就是最大的良心。你别跟我谈什么忠义，老子能活下来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忠义。哼。被你气得够呛了，说明我的话戳到他的心窝子里去了。来来来，快下快下，赶紧压大压小，压大，你来压大压小，你压大，不行，得压大压，来呀，大家来来来来，还是玩的吗？对，咱一起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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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赶紧压啊，赌赌，就知道赌。身家性命都赌没了，还不知死活呢？难道能赌出前路啊？啊！看你们这群丧门的东西，又惹大哥生气，还不快滚！哼！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惹你生气了？你跟我说，我现在就宰了他去。没人惹我生气，我只是突然想，咱们不能再这样了，又赌又喝的，脑壳都赌没了，喝没了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，大哥，这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你干嘛想那么多呢？老二，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以后会怎么样？哎，会怎么样？还不是和今天一样吗？难道你想当一辈子的土匪？啊，大哥，只要我牛首娃跟你做一天兄弟，别说这辈子当土匪，就是下辈子事，我也干。都散了，散了。都散了，好，散了，走走走走走。牛哥，你们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？没有啊，我可是一个字都没说。那韩三春，他干嘛跟我说这些？大哥，大哥。外面来信了，说什么？把沈星仪放了。放了？对。那韩三春发现了怎么办？你这几天把土牢那边全换成咱们的人，别让他发现。好。等官兵一到，咱们就把韩三春的人剩下来那个寡妇全都干掉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